现在我们开始学习少林泡拳，请看我把整个动作演练一遍。现在我们把少林泡拳的第一段给大家演练一遍。第一步是双手抱拳，青龙探爪，轮背上推拳，小虎抱头，引领七星，马步单边，虎抱头，盘腿斜行，屈步合压，弓步单边，细腿斜行，三踩脚抛拳，轮背双推拳，第一个动作预备是左腿开步，步子与肩同宽，眼向前看，挺胸收腹。好，再看一下，同时两手抱拳，两肘向后夹紧夹肋。好，预备式，再看一下，第一个动作青龙探爪，左腿向左跨，手从左弓步，左手有腰间向左出挡，出掌同时变雕手。好，我们练看一下，在雕足以后，右腿向前做右提膝，同时右手有腰间向上举，举至头顶，这里拳稍微高于头顶，不要过高也不要过低，稍微高于头顶，同时右脚下落成右弓步，右拳随即向下砸，拳心朝里，拳眼向上，左拳抱着腰间不动。下来我把这个动作给大家演练一下，看一下，提膝上提拳，落膝下砸拳。好，这样我们把这整第一个动作整套的连接起来练习一遍。
下去我们练习第二个动作，轮背双冲拳，身体左转呈左弓步，同时右拳有右前方，随身体向左冲拳呈勾拳，左手从腰间出扶在右臂的肘关节处，掌心向下，好，从这边看一下，肚子转从左弓步，同时右手由下向上做勾拳的动作，做勾拳的同时左手由腰间出按在右臂的肘关节处，好，那我们把这个动作连贯起来练习一下。好，再下来这个动作是轮背双冲拳，在轮背的同时右腿向左腿的后方擦步，看一遍擦步，同时左腿提起向左跨一步成马步，再看一遍，右腿擦步，左腿提起成马步，好，同时右臂向右上向右下方摆动，好，同时左手由腰间，在这有腰间向右按臂下摆，向上与身体的左侧，身体的左侧，好，在这里看一下，右臂摆，左臂有腰间下走指身体的左侧，同时身体向上冲拳落拳，在落拳的同时眼向右看，好，先我把这个动作连贯起来给大家做一遍，好，往下继续学习虎抱头，左腿向右腿靠拢呈丁字步，同时右拳由右上方向下向右指头顶，拳心向上，在做这个动作同时当动作定型的时候眼向左看，下去我们做转身云顶吸心，左腿向左迈出，同时右腿向后擦，转身上右步，左腿跟到右腿的脚腰处呈吸心步，好，下我们把拳上肢动作练习做一下，在迈出左腿的同时左臂向上右臂下擦呈阴阳手，左手呈阴，右手呈阳，同时右脚向后擦，擦的同时两臂随身体同时转动，头顶转动，转过来的时候由变成右臂呈阴手，左手呈阳手，好，擦转同时右腿向前迈出的同时两臂两手呈握拳式抱住腰间，当左腿上跟的同时两拳冲出，好，
下面把这个动作整个的完整的练习一遍。下一动马步单边，左腿向左跨出成马步，同时两臂收指胸前，全心向里，同时两臂由胸前向两身体两侧击出，全眼向前，力达全面，眼向左看。好，我们看坐一下。好，在这里我们做完以后，往下接着练习虎抱头，左腿向右靠拢成钉子步，同时右臂向上、向左、向下，云背放至头顶处，同时左臂由左前方直接拉与腹部，两拳眼相照，同时眼向左看，看做一遍。好，下来虚步弹腿斜行，上步左腿向前跨出成左弓步，同时左手由腹部向上击拳，右手由头部直接拉至胸前，放置左臂肘关节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右步向前跨出，好，下去跨出，同时左脚提膝做弹腿，弹腿以后左腿向前落成左弓步，同时右两臂分别向前向后冲出成斜行，右臂在前，左臂在后，要用两拳眼相照，两个拳眼是相照的，而不是这样击的，是这样击的。这个着力点在拳轮的位置。好，看一遍。在这里我们应该提醒大家注意，这个弹腿叫低弹腿，就击打的目标是对方的迎面骨，而不能或者是对方的裆部，而不要踢与过高。好，就是在这个位置力达脚尖。下去我们接着往下进行学习，同时左脚向后成左钉步，左拳由后方的下向上指胸前做格挡式，同时右臂拉回指胸前，全心向里，左腿向前迈半步成左弓步，同时右手左臂向下向后击出，右臂向前击出成斜行。好，看一下，好，在这里又做一下。在这里我们要求两拳眼相照，
强眼相照的就要求仰臂接触了以后微弯，微微弯曲成弧形，弧形状接触。